皮医生，我可怜的企鹅小伙伴，别担心，我就算翻遍汪洋大海，也会把那个身体透明的坏蛋找回来。呱唧，就算要找几个月。呱唧，就算要找好几年。就算要找。呱唧，达西西可能有办法可以找到皮医生。那你怎么不早说？哎，走吧，没时间在这儿闲聊了。皮医生肯定离我们太远了，没法用头盔和我们通话，但我用舰艇定位器来定位他的无线电信号，也许我们可以找到了。皮医生定位器，干得好，达西西！呀呜，快追上他，全速前进！这是您的台词，队长。全速前进。果冻，我们得出去。大鱼想玩一局。不，这不是游戏，果冻。现在乱成一滩果酱了，这不是享受的时候。果冻想吃果酱。这一点也不好笑，我们得躲起来。躲到里面去。里面？什么里面？救命！其实我说的是救命，不是哇哦，哇哦，你能照明？照明，照明！看起来他在往一个隧道里面滑。那咱们跟他一起进去。根据你的皮医生定位器，他随时可能从那个洞里掉出来。队员们，我们时间不多了，所以这样来。我看到隧道尽头有道光。行动。哪里跑？拦截成功。好玩好玩。我想是有点好玩。你的梳齿看起来已经好多了。再来，再来。对不起，果冻，我想这些够高兴一天了，甚至够一周的了。照相时间，真可惜，这里实在太暗了。哇哦，哇哦，我的老天爷呀！我是说，好一个蔬果冻呀，真是场漂亮的灯光秀。果冻发光。干得好，皮医生。看来你找到了一种新生物，也是你的新朋友。说果冻。果冻。